酷哥2017年是北欧阿玛排气阀门组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底盘的下方，好，现在阀门已经烧焊上去了。好，那烧焊的位置是在中段，好，进入中段消音包。好，这是中段的消音包后侧，好，这是尾段筒身。好，所以我们在这个进入中段消音包之前，好，来做排出。然后就是60mm 的阿玛阀门，排气的出口是朝下。好，阀门关。好，开。关闭的加速，好，来加速。